来到英雄联盟。把游戏的声音调小一点，这样我们的声音就大一点了。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来吧，热一把手啊！别挡刀！来一把王吧。QQ 没上，预言没开吗？啊，预言开不了。哎，拉倒吧，这小孩预言开不开又能怎么的？你说，就只是叫我就要开，我这把这无敌了，他们家这是全是 ADC 呀、啊，玩个憋指定是无敌了。你怎么的呢？我不拱你啊，嗯、啊？你可被爸爸给逮到了，我告诉你，小伙子。过来来。嘿呀，挺嚣张啊。有没有人赶赶他一波？你可别我，你可别我逮着你！我告诉你，哎呀，这你不没了吗？小老弟，升个三啊！嗯，哎，拜拜。要小心，这是他不拉他，上来就玩王八。这把适合玩王吧，你看对面的阵容，这他妈怎么还比 game 还给我干掉了呢？可以，我这边兵线不是那么很给劲儿啊，稍微往里边点啊。好，回家了。差点钱呢，这么地儿吧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把我们上高地了，对面你挺烦人呐，我发现你可挺烦人呐。来来来来来，等他等着来。等他来。滚！等他出来，这就得忍耐得住，你知道吧？等他补这几个小兵，我出来直接嘲讽他。哎，你给我死！漂亮。差100块钱怎么办、啊？我补把这炮车补了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回家。这里头有眼儿，我给忘了。哎呀，有点烦呐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回家，
亏了我六个兵，算亏点亏点吧，没事。本来是不用亏的，你算了，这药不买了，买个小布甲，不比这药香啊！哎呀，今天不参加九周年，明天参加过来不得核酸检测吗？明天打云顶之弈，曾经的云顶教父就要回来了。哎，曾经的云顶教父就要回来了。嗯，哎呀，我就讨厌杰斯这英雄，给我打棒球。每一回打上路都能碰上这杰斯，打球。哎呀，真疼啊！你能不能别给我刮痧了？我们越打杀他啊，应该差不了太多，能杀，估摸着能杀。三二一，来！哎呦我操，秦王要柱，没事，这波血赚。我们必须得让他闪了，我们再闪，你知道吧？跟我秦王要柱了一波，跟我要了一波圈儿。嗯，来个这个吧，来个这个。行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们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我来了，怕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嗯，哎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再嘲讽，等队友差不多到了再嘲讽，要不然这打不死。还行，谢谢跟。格拉图特谋纳特，跟我来杀的包女儿，快来快来！我们先动力冲刺攒个球啊、哦！算了，这玩意儿呢根本他就碰不着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就碰不着。你敢回头吗？操你猴子！太难杀了，这远程英雄。除非得越塔，不越塔他就杀不了。走，我们找这蛤子去，往哪走？哎，蓝 buff 来了！哎呀，蓝 buff 没了，差两百块钱上高地啊！差两百块钱上高地，
我把他杀了，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来越塔。可杀可杀可杀！我收波兵，好，你吃个塔皮，我收波兵，最好能把他一血塔给他拔了。别走啊，俺俩可以继续啊。哎，我学错技能了，哎呀，我少学了一级嘲讽。你要回塔下呀？那你可没了，老弟，我有爆破的。我操，我没蓝了，我吐了。那还行，换了吧。哟，没死，漂亮，回家。我们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我们可以上高地了。哎呀，我这手机没地方放啊，放哪呢？放这里。翻滚中，来来来，我们上高地。嗯，还有个蓝，先把蓝打了。好，我们上高地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走喽！先来一小波啊！什么意思？先杀个哈的啊！放不上，回点血啊！那里因为前面有东西顶着，这么地儿吧，走呗。哎呀，我们就杀这蛤子啊！把刀锋杀了，哎，漂亮，兄弟们！是啊，眼镜钢可以。回家了，下波再来啊，兄弟们。
开播再来。这怎么好像有确实有点卡呢？你们卡不卡？你们不卡就行。我把这个，我把这外面这个网页给它关了。卡个屁卡！刚才我问，刚才我不问卡不卡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卡的。我一问卡不卡，卡卡卡卡卡。那 FPS 跳不很正常吗？你自己电脑不跳啊？那你不跳，你开锁帧了。你干啥呢？你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呢？在这儿来，这儿等啊。没有人了吗？又不理我，又开始不理我了，看着吗？慢慢打吧，你就打一年。我们把这兵清了，省着卡特过来抢我们的小兵啊！把兵清了。把他杀了，为什么不理我？太嚣张了，这为什么不理人呢？90块。哎，瞎子来了。小兵，小兵，快过来！队友其实这把也挺猛的，你知道吗？主要是这把队友也比较的猛。所以导致我们可以在高地为所欲为。声音奇怪呀，我们9月2号回家。9月2号好了，也不经常在外边直播。住的电竞公寓，我看看你们怎么打架吧，兄弟们，加油！你也不行啊，瞎子！把卡特杀了呀！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呢？推的太快了，我游戏体验其实很差的。我的游戏体验是其实是极度的差。好，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斗地主时间。呀，我刚 QQ 没上。
我得登一下 QQ 啊，稍等一下。但是这电脑里边没有 QQ， 好像有 QQ 吗 ？QQ。